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那我们今天就把战斗卡的代币抽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先来抽一下那个一般的召唤券，战斗卡召唤券先抽。哎，红色这么快？不是吧？哇塞，海底轮的特殊卡哎，这么快就给我红色的，你怎么好意思呢？那我们再来抽一个叫做史诗，好不好？八次单抽，哎，红色的哟，哦，今天还不错呢哦，哇靠，这是哪一张？第二张，哇，就是不给我第三张哎，好奇怪啊，第三张，我正需要是第三张啊。挑一个啊，会不会挑红色的？这真正的抽卡了，好不好？抽战斗卡。哎，哇，这些红色怎么那么好中啊？好诡异哦！哟，怎么有这张啊？第二形态。蓝色不用看了，蓝色也不用看了。哎，我后面又变成黄色，再给我一个阴潮一张就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兑换了。几张了？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就来十连抽了哦。好，十连抽。单抽都可以抽到红色的，但是十连抽却抽不到红色的。那我们就一次把这五个抽完吧。有有，银草哦，我靠，这不是银草啊，两张红色的哎，哇哦，是哟。哦，这不是那个李，这是什么？那个包子头啊！这是哪这张哎？投资型攻击量补充。哎，可是我为什么这张啊？攻击力增加13%，投资能。啊，我好像用错了啊！
三种不一样哎。嗯，那我们要抽这个。哇，红色的，彩色的，靠腰彩色海，火焰是什么东西啊？彩色海火焰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是三吗？第三张吗？靠腰第一张啊！哇塞，你给我第一张哦！我的天哪，我要的是第三张啊！哇靠，原来是彩色加火焰是。是这一个套卡哦，大盾呢？没关系，我还有这张。看来少许的一，少许的那个几率还在哦。是哪一张啊？第三期。第三形态，第一形态，哦，那第三张哎，他们单抽抽到火焰的格斗家，不会吧？哦，哇，差一个，我真的还给我真的有嘞。蓝色不用看喽，
单抽入魂，好不好？刚刚换了一下战魂。果然没有想所想的那么简单。哎呀，都不让我中一下呢，奇怪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啦，预感好像有啦，来抽个十抽完我玩玩玩看啦。欸，真的有欸。哎，但是没有火焰啊。你的法力吧。真的不给我吗？真的很烦呢。到底要不要抽下去啊？好了，再来一次啦。还是有哦，你给我顿一下嘞，真是很过分嘞。好了，就在这一张了。看他有没有机会在这一张拿到火焰。还是没有。都是一些给我这些无关紧要的欸。至少给我一个吧，伊丽莎白也好啊。哎、欸，有一个了。啊，拜托，三中一有那么难吗？啊，睡啦，阿修啊，当然可以觉醒了。哎、欸，中了一个，中了这个粉红舞啊。好了啦，先这样了啦。哦，太可怕了。中了一个阿修啊。好吧，就先这样吧。小抽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抽开我抽卡的影片，大家拜拜。